当时去买你武器都是，俺爸不是说都啊，经常看你视频，对，粉丝奔着去了。不是，敢给你报多少了？你这一弄，你这卖了二手了个麦卡，多少钱卖了？十一万，十一万多，差不多。今天来南三环看一台高尔夫，刚给我大概瞥了一眼，不止一块不齐，两三块了。我买之前的都有。你这小鹏卖了新二手了？这小鹏是新车。新了啊。来看一下这个名牌，2019年8月出厂，1.4的排量，280高尔夫舒适版。我当时你几置换了武器是用轩逸置换了是吧？对。啊，开着不赖。哪个车？就这个。可轻巧，提速也快。正儿八经开着不赖。来看一下这个公里数，跑了28000多公里。当时也有第三方检测报告是吧？就是给买卡买了吗？有，都有。别说到半天，给俺家买了，那都取货了。我当时卖车时候也可有意思，你不是给叔一起溜达了，看着我了？这没事，没问题。多少钱，哥？啊？多少钱？我上网查了，我看这个车现在也卖9万出头啊，等于说别人去买还能降价，我意思能出个合理的价格呗，合理价格能直接给恁了，能来都来了，你们也得挣钱，大差不差呗。因为咱打过一回交道，你这卖了属于卖俺第二辆车了，算上那个轩逸，大差不差呗，看着我。网上挂的是9万多，9万多的话不中啊。来的时候高安他问我多少钱，我知道，我说八万多点。你就是说嘛，你往上加呀。啊，我适当挣点，那不是，我说我适当少赔点，你适当挣点，去中间。来，咱往这边站点。你好，还挺精啊。都是粉丝。那这是。你说俺当时去买你武器都是。俺爸不是说都啊，经常看你视频，对，粉丝奔着去了。不是，敢给你报多少了？你这一弄，实在的，这没啥。八万三，我车三块不齐，换个灯。不是说了吗？这个灯是我换买之前的都换了。那他不管谁换了，我不知道。不管谁换，他是换了，你知道不，哥？我是真不知道他，我买之后。我买之前他给我说了，就是换了个灯。不管谁换了，他换了，那肯定是算车上了，是吧？你看哥，大差不差，直接给你弄了。我这83000已经是个合理价，跟你说，真合理。加1000块钱吧。啊？加1000块钱吧，我也没让。回人我想着85000了，你我压住8万。我给你加800吧。还有半。加800吧，好听，就这吧。风真大，我也不给你磨叽。八万四。83800。无所谓，我也不差那200，就这吧。好了吧，84000吧。啊？整数吧。84000。84000啊。哎呦，我的天了，这风啊！早上给我热了跟啥样？这又降温了。84000吧，就这吧。我想让，这人买武器都是俺。那武器买的真不贵呀、啊。那武器我多少钱收了？你又找？那我看了，我你是不是？这都是实拍，没有说。那车况啥了也都是正儿八经准了。那车当时我拍视频加了多少钱？加8000还是6000？走了，反正加了不多，我记得是肯定不超万，加了6000块钱、8000块钱。你像20-30万个车，说去年当时行情也不好，你知道吧？如果行情好的话，也不会弄成这。去年的行情日子变得太快了，你知道吧？搁家风俩月出来，不会干二手车了都。我查记录，中的话直接给你签合同，84000，中吗？啊。